你在车队使用的止痛针，我让安德鲁查了一下，报告显示车队的止痛针是一种非常容易上瘾的危险麻醉剂。我们的针被人调包了，舒辉很有可能想利用这个控制你。要不是我给你止痛剂，你根本没办法参加 URC 的比赛。已经掌握了精准钟摆过弯，似乎已经完全恢复到最佳状态了。